了吧？你们满意了吧？全军出击！喂一窝鸟，怕是真相也不例外。你们哪一只才是碧翠丝？让你们看看我的鸟。结账，上把没结账吗？结了呀，把他封了，让你在那放屁。鞋子上的泥点会盖过所有血迹。我得看看到底谁对谁有意思。平雷，平雷，平雷涛，平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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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，哎呀，好，爸，哎，你说你玩个阿木木还二级抓人，我都吐了都。哪有这么玩的呢？阿木木二级。打完蓝往上跑，你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，往这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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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操了，我吐了，这啤酒人，我是真是吐了，兄弟。这怎么整的？你整个武器大师，还他妈能给个蓝 buff？哎呀，他两个头，我零个头，我服了呀！这跳我脸儿，我都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完，我还要够呛呢。没法玩儿，一个声音在阴影中低语，但很少听到。我在想，现在这武器怎么杀？
去，升个六还可以打。下波要升六还可以的，到蓝不太够，他伤害有点高，算了，我们先回家不打了。给你们来个烈士乌鸦啊！烈士乌鸦。看看人家泰坦，看看人家泰坦。炸平 A， 平 A， W 呀 ，W 没出来，要不然这波还能炸他一下。掏，炸。600块，胜利在望。我深深的明白，决定上总不会带来后果。他没有回家出装备，而我们回家出装备了。我属于全款跟他玩，他属于半款跟我玩。永远的伤口，回家来个遗失的章节。这是我的提醒。这回就打不过了。这回得等技能，你像你远程跟近战打，你就把兵控在这个位置。我就不去了。帝国笼罩在乌鸦翅膀的阴影之下。这武器不知道来不来上了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全是人呢，这他跑了，我们就把上路线给他推了。一定不能让这武器再拿人头了，兄弟！啊！就不一定能打得过我，兄弟。他怎么传到我屁股后头过来了呢？哎，他是怎么到这个位置的呢？刚才
啊，因为小光头放了个眼儿，好像是他把传送交了。为什么武器被我炸到，防御塔不打我？那武器大师离那么远呢？那防御塔不知道。这是给我的祭品。回家了，无敌了。散尽时，就生硬。打他们家的阵容，现在我们已经无敌了。嗯，没炸到。我生在贵族家，而我成了一名战士。战争的结局把一血塔拿了，掏打不了虚炸。他没有闪现啊，快来啊，快来个人，快来掏回来，打不了虚炸走位，炸走位，炸点盐你也得死，掏回来，喜欢抓人是吧小光头啊。这也是一种投降的方式。我把他拦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打来。快点用技能啊，你不用技能我怎么用？来炸一声，黑打掏回来呀，哎，我惊了个呆，我操，这个掏我没掏着。可以打，我掏回来，把小光头给我杀了，小黄毛差一丝儿，把小黄毛也给杀了。漂亮，一波一换三可以接受，我们来一个沙漏。
铺个 W， 看有没有红。这莫干辣咋那么骚呢？啊，有至于莫干辣骚成这样吗？差一点红没拿着。收拾吧莫干辣，喜欢收拾吧莫干辣啊，莫干辣。又一颗被吃掉了。下路可以来。洛克萨斯人知道自己是谁，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这不用追了，那武器大师的英雄就别追了，这玩意儿追的干啥呀？炸着没？谁打？偷炸，开大炸。炸，点烟，炸，偷 W 偷回来，拿下。给我勾莫干了，喜欢收拾吧莫干了，你别我掏着你莫干了，我告诉你，看你的了，完了，救命啊！炸！不管如何，他们畏惧着我，我觉得我应该为此。我先走了，兄弟们。我怎么感觉那小光头过来了呢？跑的有点慢呢，这瘸子，快点回家。哎，我来勾引他一波，掏回来。哎，这武器大师指不定就搁里头啊，别着急，可以打来，可以打。掏回来 ，W 吸炸接大，叮。炸，掏街炸！又是一次失望。回家了。哎，我直接来个恶魔之拥吧。美甲窃魂卷一会儿再说吧，不着急。大刀，小龙，出海呀！一会儿的吧，钱不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ADC 死的是有点惨，掏炸炸开大炸炸
子，小龙拿了。哎呦啊，这么烧吗小黄毛？我不吸你吗小光头？红有没有？我红打了。啤酒人呐，你拿红干嘛呀？他们总希望我的手段能够公平。我还差点钱，差了200块钱，等我一波200块钱，兄弟们。你往哪边走？往这边走啊？哎，给个人头可以，刚刚好。你的灵魂早就归我了。炸！还要打一架呀？不退了啊！走走走走走走！不退了，不退了，不退了！你们要死了，我可不管啊！这波肯定是管不了了。烧没烧？是不是烧了？给你们来一波一打五。完了！哎呦我操！对面千万别打大龙啊！对面千万别打大龙，千万别打大龙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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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我给你控一手机啊！还行啊，对面没打大龙就行。我这金身用的可太傻逼了，我操！打不了，没事儿。来吧，炸！炸接炸接平 A 掏回来，炸！哎，吸炸平 A 掏，炸！炸！我们打大龙吧，本来是一波一打五，真的，本来是一波一打五，我直接来这个大龙，直接一打五这一波。我几乎要同情你，我大可以把他们对面先开龙，然后我等一会儿过来，过来掏一波，然后小黄毛不是小黄毛啊，小光头舔我一手，舔完我，我们一个钉钉完以后，对面开大招，我全部躲掉，跟着大龙的虚区把他们全部打残，敢守我是直接咵嚓一个炸，他们就全得跑，你知道吗？
他们跑我就吸血，他们不跑我就炸死他们。本来是一个人追着五个人干的，有点难受。先打小龙，我来个猫子。这干啥呢？你能扛住我的虚虚吗？炸叮 W 炸好意没炸到莫甘娜吗？哎，好炸！抛一下，炸！快来人啊！队友都哪去了？我觉得这把吧，恶魔之拥倒没啥用，鬼叔可能作用大一点。哎呦我啤酒人，啤酒人的走位我惊了。令我吃惊啊，令我大吃一惊。可以继续往前探，泰坦，没事，这都可以打。对面的小光头，这没跑到啊！七炸平 A 掏一下，回来 W 接炸，炸平 A 接炸接 W 接掏接炸点燃平 A 接钉，先杀小黄毛。靠，A 接炸，掏接炸，你俩要我说就别嘴了。哎，你这那个笨样吧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，拉倒，拉倒，拉倒。你俩那啤酒人，算了吧，算了。哎呀，这小黄毛可挺吓人的，值了。酒桶说值了，哪值？哪值了？搁哪值？我没法穿，我不用法穿，他们家没有魔抗，我不需要法穿。
我们只需要跑得快就行了。帝国照在乌鸦翅上。走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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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龙！先把他跳弹给他们打了，省着对面一会儿跳弹走了啊！先打个大龙。打完大龙，打小龙。小龙可以要啊，或者是直接一波也行。你看我用那啥吗？我需要法穿吗？我不需要法穿。那小黄毛我打他，他打我疼，我打他更疼。我先帮你炸他一下。一波呀、啊，一波，一波，一波！抛死这武器大师就完事儿了。完了，复活了！快快快快快，复活了！抛 WC 炸。这波至少能给他打掉一半血往上，我估计三分之一血吧，他剩。